是你的民宿哦、喔。以前这也是我自己修的房子，这个都花不少钱呢。因为我们用台湾的木材来修复这些台湾的历史建筑物。生姜豆啊？对，这我自己腌的生姜豆哦。黄埔新村的人是比较闲的，比较用心。好，别跟我对呀。每周日晚上八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詹姆士出手料理。